今天的牛太吃香了啊！刚卸车的牛，又有人买了，上车。哎，装了一车6.8米，都是公牛。啊，这一车牛是装了23头公牛犊子啊。早晨开到的，公牛11块钱一斤，过秤出来。小公牛走了，又有客户买小母牛犊子，往外赶。走，牛便宜啊，6.6块一斤的小母牛，一会儿去过个账。早上好，中午啊，吃饭时间有客户买牛。这是今天早晨6点那会儿到的2岁3岁大的母牛啊，接着上车，接着往上走。喂，又出来了，上车去。关门。啊，这一车家的母牛装了25头，过个秤去。啊，6.8米，这一车走了。又来了一辆9.6米，接着装牛，哎，接着往上走，上车，上车，走，哎，又出来了，往上走，大部队啊，也是今天早上到的啊，这是一个老板的，一共是65头，上，走，有这个太受欢迎了，来，装好了，关门，这一车9.6米，一共是装了30头牛，刚才6.8米是装了25啊，这两车一共是装了55头牛。两车牛都是7块多一斤过的秤啊，这还有客户买了一车牛啊，过秤去了。牛出发，9.6米一车牛出发。近期牛到货和走货量都非常大，欢迎朋友们来选购。